21日，韩国人气组合 XO 成员灿烈在自己的 SNS 上公开与入伍成员秀敏的短信截图。短信中，秀敏问成员们今天的演出顺利结束了吗？没有人受伤吧？我现在腿怎么样？而灿烈则配上爱你的字样，展现出深厚的友谊。公开的三条信息中充满对成员们的爱，令粉丝们感到十分欣慰暖心。另外 ，XO 将于7月19日至21日以及26至28日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体操竞技场举行为期6天的单独演唱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